好，下面我们就看一看这广告宣传是如何对咱们施加这个微妙的影响啊。后面就说了，In their efforts to persuade us to buy this or other this or that product, advertisers have made a close study of human nature and have classified all of little weaknesses。这句话呢还是比较长，咱们还是先分析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大家注意，在逗号之前，这个看似是介词短语的这个结构，其实在句中发挥的是个时间状语，这样一个功能，这样一个作用。咱们一会儿会说，这也是复习。介词 in 后面加名词或动名词，它可以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注意，这是一个表示时间的一个状语。在他们努力试图说服我们来买这样或者那样商品的时候呢，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呢？广告商们已经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Make a close study 是做仔细研究的意思，并且怎么样呢？主句中由 and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它的主语还是广告商，所以呢就只剩下谓语动词了，主语被省掉了，并且还怎么样 ？Have classified all of little weaknesses， 并且把我们那些所有那些小的弱点都进行了分类，针对你的这个弱点而各个击破。你好色这个爱财的，那么让你看贪财的给你这个广告；好色的用美女的广告，对，把我们对人性的弱点都分类了，所以。这个广告才慢慢潜移默化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啊。这是注意，逗号前面是一个时间状语，后面是两个并列主句并列到一块儿。我们先看看这个第一个，就是特别重要的这个 in 加名词和动名词，表示时间，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这个到了27课里边，我们还会再次看到。那 in 加名词、动名词，表示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本文中呢，用的是名词 in their efforts， 在他们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其实 efforts 是名词，咱们用动词表达也行。你看，要换成动词的话，带进去的动名词 in trying to persuade us to buy， 写下去，效果一样吗？这个 try 做动词还是努力吗？只不过在本文中用的是名词 efforts， 效果是类似的，都是在什么什么的过程之中，是这么来用啊。再比如说，我们看一看27课里面130页的第13行，130页的第13行。有这么一句话 ，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牺牲掉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注意这个 in 后面是 seeking 还是加动名词结构 ？Seek 是追求，咱们可以说在追求独立过程中，他们未曾牺牲掉作为人的尊严。in 加名词动名词有类似这个用法啊。好，这个。那本文中是试图干嘛呢？在他们试图说服我们去买这个或那个商品的这个过程之中，在本文中出现了一个说服某人做某事，这又是在本课中一个重要表达。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服呢就用 persuade， 但后面搭配我们得背下来啊 ，persu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 persuad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说服某人去做某事，既可以加动词不定式，也可以加 into doing， 效果是类似的啊。你看本文中呢，加的是 to buy。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也可以把它换成 into buying，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加 into doing something 比 to do 来的稍微庄严一些，正式一些，效果是类似的啊。这个我们再看跟它类似的还有一些这个表达，试图说服某人做某事，说服他去做，用这个结构也行。talk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也是说服某人去做，这个 talk somebody 后面一定得加 into doing。这个加 to do 是不行的，这个没办法，只能把它背下来，当常识背下来。同样我们看例子，我们说服父亲把那辆汽车买下来了。We talked father into buying the car。当然这个 F 要大写了 ，F 大写之后表示个称谓，在前面就不用加冠词和属活了，不用说 our father 或者 the father 了，可以单独使用，但是这个时候 F 要大写。我们说服父亲去买那辆车，一开始爸爸不愿买，太贵了，算了，咱买不起。不行，我们说爸爸你不买，我们小哥俩当场自杀。爸爸一看没辙了，买下来了。Talk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说服某人去做，这个可以。还有呢，一个搭配，比较通俗一些，也有类似用法，叫 get somebody to do， 也是表示说服某人去做某事。这个后面加 to do 了，这没有办法，见一个记一个。Ge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说服某人去做。同样，我们看一个例子，在第39课中出现了这个结构。39课里边就是178页的第一句话。39课178页第一句话，他说 ：“The rough road across the plain soon became so bad that we tried to get Bruce to drive back to the village we had come from。”这个穿越平原的
这个崎岖的道路啊，很快呢变得如此之糟糕，以至于我们试图说服布鲁斯把车开回到我们出发那个村庄里面去。你看，说服布鲁斯 get Bruce to drive back to the village， 可以这么来说，我们说服父亲买了这个车 ，we got father to buy the new car， 用这结构也是行的，也是可以的。这说服某人，哪一个加 into， 哪一个加 to do， 这个得搞清楚。那反义呢？如果是劝阻，劝某人不要做某事，那相关的可以把这几个搭配改一改。首先 persuade somebody， 我们可以用 not to do something。The to do 否定，但是 not to do 就说服他别做某事，就劝阻他做这事儿，对吧？或者是呢，这个 persuade somebody out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注意 into doing 反过来应该是 out of doing， into 是进去， out 是出来吗？别做这个事儿，可以这么来说。或者呢，干脆用刚才那个 talk somebody into 反义词依然是 out of， 非常好记。那 get 呢？那没办法了， to do 否定得加 not to do， get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劝阻某人别做某事，或者干脆用专业的劝阻。Persuade 它的反义词叫 dissuade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注意这个结构，没办法，我们直接大声读三遍，背下来就行了。这个为什么加 from 不加 out of？ 没办法，背下来就好了。不要问为什么，老外这么说，咱们跟着说就好了。讲道理没用，语言习惯问题。就像呢，我们老师在教研的时候，我们新东方一个外教啊，一个外国人。在这儿也在 PPT 方面在讲啊，他说中文说的不错，但就有时候说的别扭。有一次他在这举例，他就说了：“我比如说吧，我正好坐在第一排，我说怎么这么别扭啊？什么叫我比如说？我说你说错了，应该说你比如说。”他给我讲道理，我举例子为什么是你比如说？我一想他说的还真对，对呀，我举例子为什么是你比如说呢？我说这讲道理不行，你就得符合语言习惯。我们中国人就得说你比如说吧，什么叫我比如说呀？讲道理不行啊，咱们背下来就行了。老外怎么说，咱们跟着说，把搭配记住，这个是活的，光背句子它是死的。搭配记住，换一个语境还能用。咱们造几个句子，把它练熟啊。比如说，当然最后一个词可能大家就觉得稍微陌生，咱们读一下吧。dissuade， 再读一下说服 persuade。哎，这两个把它辨析开，完美反义词。所以用 persuade 表示劝阻，后面就得用否定。我们造个句子，我劝他不要自杀，自杀太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个自杀叫 commit suicide， suicide 是自杀的名词，前面可以加动词 commit， commit 这个词表示做错事或者做傻事，可以用它。我们读一下这段语 commit suicide， 我劝他不要自杀。比如第一个，咱们用那 persuade 这个搭配怎么说？ I persuaded him not to commit suicide， 或者是 out of committing suicide， 多好记啊！你得有了公式之后带进去呗，带公式的一般过去时，对吧？就好了。那么用刚才那个 talk 呢？ I talked him out of committing suicide， 我劝他不要自杀就好了。用那个 get 呢？一般过去是 got， I got him not to commit suicide， 我劝他别自杀就好了。那么用 dissuade 呢？咱们一块说。I dissuaded him from committing suicide. 我劝阻他不要去自杀就好了。大家看到了吧？记住搭配之后，这个句子造起来就手到擒来，速度快，而且特别自信。再回到句中这个细节，在他们努力说服我们去买 this or that product， 这件或者那件商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个或者那个，那个或者这个 ，this or that。表示各种各样的，但是类似呢还有很多跟它类似的搭配，表达含义类似。我们既可用 this or that， 后面加单数名词，这个或那个，表示各色的各样的，也可用 one product or another， 这个商品或者另外一件。 one 是跟 another 搭配的，注意中间 or， one product or another， or another 这个结构大家可能在第二课咱们讲过，还记得吧？就是 one cause or another，各种各样的理由，各种各样的借口来筹款，13等于1里面讲过。那 one product or another 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品就行了。还有一个大家注意，也可以用 some product or other， 也表示各种各样的产品。这个 some 在这儿再怎么翻译呢？大家回忆一下，李老师讲过 some 如果跟单数可数名词的翻译成某个而不是一些了，因为 product 是可数名词啊，那么加上这个 some 放在前面，加单数可数名词是表示某一个某个商品或别的。 some or other， one
or another, this or that 后面加单数名词都有类似的含义啊。那咱们看一道数后题，129页的第九题就涉及到了这个知识。129页的第九题，好，咱书翻过来看一看第九题。In their effort to persuade us to buy，他在他们努力去说服我们去买，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A 是 one or other，这个不对，应该是 one product or another，这个才对。那你或者把 A 里面 one 换成 some or other，这个对。那然后这个那换成 some 之后还得 some product or other，这个才对。啊，B 选项 that or this 这种反了，应该说 this or that 才对。C 选项 some product or other，这个对了。Some or other，这个对了。D 选项 a product or two，一两件商品，这个不符合原意，符合原文的各种各样的，只有 some product or other，或者说 one product or another，或者说 this or that product，这个都可以。但是不能说 one or other product，这个 A 还有 B that or this，这都不对。这三个表达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本文都是商品，我可以用别的呀，比如说像我以前说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 cause。This or that cause, one cause or another, 或者 some cause or other，这个都可以。这个呢，各种各样的商品，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呢？看句子主干。Advertisers have made a close study of human nature. 广告商们对人性做了仔细的研究。前面咱们看过，advertisement 是广告，advertiser 就广告商，做广告的这个人。那么做研究，咱们可能大家更熟悉是动词结构 study。Study 是研究某人某事，这是可以的。那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名词结构，叫 make a study of，对于什么什么做研究，其实类似于动词的 study something，是类似这个含义类似，用名词结构来得更庄严正式一些。而且名词结构灵活，可以随便在名词前面加修饰语，像本文中做一个仔细的研究，就可以加 close，对吧？做研究这结构我们在第九课讲过一次，我们先复习吧。在46页的第九行。46页第九行，就是第九课飞猫第二段第一句话。Recently, the New York Animal Medical Center made a study of 132 cats over a period of 5 months. 最近，纽约动物医疗中心在5个月的一段时间之内，对132只猫做了一个研究。做研究 make a study，后面叫 of。本文中只不过又加了更复杂的 make a close study of something。close 相当于 careful，仔细的，但是它被 careful 形象 close。还可以表示非常近的，做仔细研究，好像拿着这个放大镜，仔细的离得非常近，仔细在观察里面的细节。所以用这个 close 表示仔细，比 careful 更形象一些。做仔细的研究，这是动词变成名词短语结构的这么一个变化。名词做中心词可以显得更正式一些。咱们复习吧，在第三课做过一些练习，我们再看看大家还能不能迅速的回忆起来该怎么说。比如说动词发现。做出第一次的重大发现，动词可以用 discover something，对。我们回顾一下，如果表示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怎么办？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discover 换成名词 discovery，做发现还是用动词 make。有趣的 make an interesting study of something，后面还是加介词 of。这个结构跟本文中这个做研究特别类似，可以一块记住。如果大家忘记，咱们复习22页的课文第一句话。第三课里边22页课文第一句话，Sometimes ago,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on Aegean Island, Nokia。那么不久之前，考古学家在爱琴海的基亚岛上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只不过他为了突出发现，用被动罢了。咱们再做练习，描述。动词可以用 describe，名词我直接说做了一个生动的描述。描述名词是 description。做描述前面依然是 make，后面依然叫 of。make a vivid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对于什么东西做了生动的描述，后面这个搭配显得更正式一些，对吧？我们再复习，比如说这个调查，调查动词可以叫 investigate。然后呢，我们说对某个东西做了一个彻底的调查，可以叫 make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something。首先把动词 investigate 换成名词 investigation，然后前面加 thorough 叫彻底的。当然，这个词英国人读成 thorough，美式读成 thorough，叫彻底调查，对某个东西做了一个彻底的调查。这个结构咱们在第三课见过，这是复习。好，我们再练习对什么什么东西做总结，动词可以叫 summarize，做总结。我们大家如果忘记，再读一遍 summarize。
summarize 做总结，动词让的变成名词结构，我是对某个东西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名词 summarize 变成 summary 做总结，前面动词还是 make，后面介词还是加 of， 全面的叫 comprehensive， 全面的包罗万象的。Mak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something， 对于某个东西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吧？用它也可以。好，我们再看，对某个东西做了细致的分析。先看动词分析叫 analyze， 分析的名词叫 analysis， 细致的叫 detailed， 动词还是 make， 后面介词还是 of。Mak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omething， 对某个东西做了一个细致的分析。这几个搭配我们在第三课说过，今天又是一个重要的复习，希望大家把下面这个名词做中心词的结构的记住，在写作中使用显然更加适合一些。好了，但是我们记住不能乱推广，我们见一个记一个，因为不是每一个动词变成名词之后都是前面加 make 后面加 of， 有些动词就不一样了，所以老师举这么多例子是这些老师讲过的见过的可以用，但是不要自己瞎推广。还是那句话，看过的再写，听过的再说，不能自己创造。好，再回到句中，他说对我们的什么做了仔细的研究呢？对 human nature， human nature 咱们在第四课双重生活那课处讲到，叫人的本性，对人的本性做了仔细的研究，并且 have classified， classified 叫分类啊，对我们所有那些小的弱点做了详细的分类啊。这个最后看看后面那个 weakness，Weakness 这词是多义词，它既可以表示懦弱、软弱，也可以表示弱点。表示懦弱这个状态是不可数的，但表示弱点就可数了。又是这个名词意思的变化导致可数不可数的变化。我们先看做不可数名词叫懦弱或者软弱。大写字母 U 表示 uncountable 不可数的，那不可数名词。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weakness， weakness。注意这个词还不好读。前面发长音一，后面这个字母一发短音，哎，所以 weakness， weakness， 前面发一，后面发哎，不要读 weakness， 也不是 weakness， 是 weakness， weakness， 再来一遍 weakness， weakness， 好记了，懦弱或软弱表示这个意思呢，它是不可数名词。我们再回顾一下，看看这个小肯尼迪就职演说中一个片段。咱们看是怎么说的。So let us begin anew, 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你看，在这个里边，它就是个不可数名词。大家还记得这段吗？咱们以前见过，对吧？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 anew， 就是 once again 再来一遍的意思，双方都应牢记什么呢？那么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civility 叫谦虚、谦恭、谦逊，谦逊并非懦弱的表现，这个 weakness 这是软弱、懦弱，注意到了吗？前面没有冠词，后面也没有复数，这是不可数的，这个 sign 叫迹象、表现、征兆，并非懦弱的表现，并且 sincerity 就是真诚了，真诚永远需要验证。Be subject to 可以表示受到什么的支配，被他所控制，那么真诚又受到证据的支配，由证据来决定，就是真诚要取决于证据，请 拿出证据啊，让我们绝不要出于恐惧去谈判，但让我们绝不要恐惧去谈判，非常漂亮的句子。注意这个 weakness 在这儿表示虚弱、懦弱，不可数。把这片子我们再听一遍。Remembering on both sides that civility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and sincerity is always subject to proof. 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but let us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注意 a sign of weakness 叫懦弱的表现，这里面不可数，但本文中 weakness 可数名词了，为什么它意思变了？注意第二个意思叫弱点或者缺点，这个时候大写 C 表示 countable 就可以数了，你这个一个两个缺点嘛就可数了。我们再看一个片段，这是换一个人吧，也是美国总统，就是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中的片段，他出现了弱点或缺点这个词，但是他跟另外一个词同时出现，所以咱们先看看他另外一个反义词，就是优点或长处，我们再注意一下这个词跟他有正对应的一个反义词，我们大声来一遍 strength， strength， 注意前面发
然后后面是个舌根音 ng 在一块，舌根拱上去 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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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个声音，先发 a， 舌根拱上去堵住喉咙 in 在里面 strings strings。 哎，这个词跟 weakness 相对应的时候表示优点或长处，这个意思啊，它也是可数名词。注意 strength 如果表示力量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但表示优点长处是可数的。固定搭配就是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就是优点和缺点，优缺点啊，注意两个前后都是这个固定，用复数这个名词就好了。同样咱们看看这个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这么一个片段，先听一遍。For we know that our patchwork heritage is a strength, not a weakness. We are a nation of Christians and Muslims, Jews and Hindus, and non-believers. 他怎么说呢？他说 ，For we know， 因为我们知道 ，our patchwork heritage is a strength, not a weakness。你看这可数的前面都加 a 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patchwork 就打补丁的意思。这个 heritage 在这是文化遗产 ，heritage 表示遗产，一般很少表示财物了，一般都是文化遗产、建筑遗产、艺术遗产用它。heritage 打补丁的文化遗产什么意思呢？因为美国是个大熔炉嘛，你看美国人皮肤，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红皮肤，各个颜色都有，所以像打补丁，黑补丁、白补丁、黄补丁，各民族种族聚居的这么一个遗产，是一个优势，并不是弱点。他会举例子了，我们是这么一个国家，里面有 Christian， 有这个基督徒，有 Muslim， 有穆斯林，有 Jews 犹太教，还有 Hindus 印度教，还有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等等等等。我们把这片子再听一遍。For we know that our patchwork heritage is a strength, not a weakness. We are a nation of Christians and Muslims, Jews and Hindus, and non-believers. 那个 For we know that patchwork heritage is a strength, strength 舌根音 not a weakness。而不是一个弱点，而本文中的 weaknesses 叫个弱点的复数，把我们所有那些人性的弱点都仔细做了分类，而针对弱点呢，去设计这个广告，才使得广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施加了微妙的影响。这个第一段还是陈述了一个大致的文章的背景，这广告的触角无所不在，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下意识的可能都受到了这广告的一些影响。那么第二段呢，作者举个具体例证来证明这个广告的力量有多么强大。第二段的小故事也非常重要啊，咱们第一段跟老师先学习到这儿。